我们来看一下测验方式就更好玩哦。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练习题，对不对？那种就是不限回答次数，但是老师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答对百分之多少才算过关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练习的方法哈、哦。我们找一个平台的，这里我把它关掉。我给您看一下，在我们里面也有。我先找那个高雄第一科大的好了。好。OneNote 本身有很多的什么这种就是类型，哎，对的哈、哦，顺便等一下我再补充一下，如果您是属于影片题哦，就是您的教材是来自影片的，在 OneNote 来讲，这事实上是更方便。好，各位，等一下我再给您看一下，我们先看这个测验题哈、哦，测验题，刚刚我们有练习题，那投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啦，好、哦，投票也没什么太大，我就不讲，但是这里呢，我先问一下各位，来，这个是涂鸦题。我通常喜欢考常识题，因为学科没学好没关系，但是你要生活下去，所以要有常识。来，我们都知道胃溃疡里面是有一个叫幽门杆菌嘛？那幽门在我们胃里面是哪个地方？如果你直接给答案是一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好，给题目了哈，但是呢，我也可以用怎么样？用给图片的。所以您看，您可以用这个方式，我把图片给他之后，请同学去用他上面的工具来怎么样制作。我当然不能给中文的嘛，我要给英文的、啊，给中文就有标示出来了。那么您看一下这边啊，因为这里我已经答对了哈、哦，所以这里就没有来。我用我们这边的，我这里也有准备，再给各位老师的资料里面也有哈、哦，测验题，我从这边进来。好，进来了，它会有一个叫单元说明，然后告诉同学，哎，你要怎么去做哈？好，我了解了。来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右手边就有这个支笔了，对不对？它线上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做绘图？好，做绘图哦。那您可以看看，哎，看看幽门是这个呢，还是这个？老师，您觉得呢？这个应该还好嘛，对不对哈？底豆，叠开哈，对对对对，因为靠近十二指肠这边嘛。上面这个是我们一般广告会用到的了。今天又一下生了，有无？还讲叫灰小心，迄就是面顶在叫贲门嘛，无关好胃酸逆流啊。嘿，安尼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到这边来，刚刚是看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看到的情形是什么？来，所以您看一下这里这个老师看到的情形就像这样。这样你应该知道有人答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点一下啊，这个，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是牵涉到，比如说实验步骤，也可以用框的、啊，而且怎么样，老师可以播放一下，看他当初怎么画的。好，这位同学完全没有任何迟疑，你就知道他观念应该是错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快速播放也好，正常播放都可以，反正你就可以看得到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所以。这样的方式，我有没有就又更灵活一点了？哎，我用一张图片让他去怎么样去选择嘛？好、哦，尤其是有步骤性的是最好。好、哦，步骤性的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涂鸦题的。另外呢，哎，这边我们来看看影片题咯。影片题这个考各位实在是不太好意思，因为这是小朋友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了哈、哦，来点击这个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在影片里面会做出题的，好，会做出题的。那么这里会有一个，一样会有个单元说明。我在这里面有提到哈，就是我们的影片题目会在3分14秒的时候出现，所以我就直接跳到那边就好了，好，就不用等那么久哈。好，来，我就播放一下，跳到3分14秒，您来看一下，3分14秒，好，在这里。好，有没有跳出题目了？对不对？所以时间到了，然后它就自动跳出来啊。所以请问老师，你在一段影片里面，你可以出多少题？随便你。
不过原则上、啊、通常我们一个影片我大部分不会出超过三题、啊、因为超过太多他会嫌老师烦，老师你干嘛一直打断我，我也很喜欢看影片、欸、好，所以他必须要先回答一下，万一答错了那就不能继续看啊，一定要答对才能够看啊，所以蛮好玩的吧，答对了那你就可以继续往下，影片就继续播下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 OneNote 一个蛮特殊的，因为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是它搭配我们的 YouTube 部分直接来出这个题目，好，出这个题目，所以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学校的那个平台比较接近的，就是它其实也有跟云端硬碟做整合，所以老师如果您需要同学缴交档案上传的话也可以，而且您可以直接在上面 pick 或直接推荐都可以。那最重要是因为云端硬碟本身我们可不可以预览那些 office 档案影片档案都可以，所以您不需要再下载下来，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看，假设是属于那一个类型的、哦、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看，就省去了那个下载的时间。那因为我们如果又有结合 Google 那个学校网域硬碟的话，无限空间嘛，所以老师何必担心您的那个空间会不够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像我上那个儿童班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种，它就很方便啊。他们做好影片之后传上去就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看，好，直接看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在 OneNote 里面是属于付费功能啊，好，上传档案这个部分是付费功能。不过呢，就是您参考，因为它是属于付费，所以我就不要介绍太多，好，就不要介绍太多哦。因为我不是 OneNote 的钱。我纯粹是一个使用者的角度，我们来看这样子。所以老师您看到这个之后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的测验有比较多元一点，对不对？您可以用的工具很多，反正您要怎么样去做，现在只是把如果用它里面所支援的这些方式，它就等于这些记录就会留在上面，就会留在上面，对同学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，不会说哎，老师上课完问完了就怎么样，就马上就忘记了，他下次再看这个影片也好或教材的时候都一样，还是那个时间会继续往前推进，好，就是阅读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刚刚这笔也顺便讲了什么互动的方式跟什么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